啊，各位同心哈，看到大家安尼，我非常的欢喜，因为咱民政府咧渐渐都向着相关的这个步调。很抱歉，我用闽南语发音，同时我会参差啊这个华语，至于英文，Teacher Chen, I'm sorry, but I'm right, my speaking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, but your son can speak English. 他的孩子就是剛才在化學人那個，先跟在座，昨晚睡得好嗎？跟你很細細，可能也沒有冷氣，有電風。俗语啦，我咧讲低收唔是高收稳，但是这句话对尤先生是足歹听，因为咱这是都初啊，成立的一个民政府的一个据点，所以设备也无讲完全，也阁真迄落啊，可能每间要有冷气呢，都爱用真济金钱，所以至于目前有两台教室。都是几栋的，我唔知照这个量级。以前呢，都是靠咱顶头，这个风呢，来滴回咱，东心来滴只上课。所以，那一记哩过去，老师之家，东心呢，来滴只上课的时，我就甘心的，有法度安尼忍耐。寒是寒干呢，啊热呢是热到安尼寒流三地，有法度大家安尼上课，安尼两暝三更呢，这都是咱的奋斗精神、奋斗精神哈、有甲这个程度的嘞。所以今仔日我非常感谢，在座的新学员，new the students come to a classroom。所以有法度来这家上课，我都有一个感触的，都是为着民政府，为着台湾，真是路头迢迢，甚至于安尼台湾写半年也好，写一年也好，来到这个教室，这是我向在座的新的学员呢。第一了不起，非常的了不起，哈，还把自己拍拍手啊！确实啦，今仔日的学员呢，有比顶回佫较济，相信呢，新德修就要开始有三波的这个，有做宣导出，我拢去写几啊工，新德修我拢写过。所以真济其他目睭的要度人，看新德州的网络就好。唔是讲阮的气势较好，伊这个将将安尼行出来，分镜拍摄所都唔敢讲对有啥物有所期待安尼。未啦，啊可能我迄几工安尼新德地区对我的关心呢。五百几万人，我拢走过。稍后呢，重点可能由新庄板桥为一点，再来就是平镇中立为一点。第三呢，可能就是竹北甲新竹呢为一点。所以这个情形，相信稍后本周的动心。是拢未来的官员，甚至于其他目睭对我本周做较无够，也是想较无周到，请得多多呢，提起宝贵的意见，向我建议也好，也是讲咱当着拢啊，都安那做安那做，这是我一再要求。
啊，谢谢哈、哦，我想跟你迄啰啊，要不要开场白之前呢？今仔日我的讲题呢，可能安尼大家哈，听起来可能感觉是安尼，黄所长你讲的话啊，有较本家贵无？啊，也是本叫做吹牛，华语讲做吹牛，这只牛我都甲分下起来。但是我也不是分鸡龟，也不是吹牛，我就是分剃汤。安尼有较高超，可能有较高超分剃汤哈。啊，是我一直在想讲，我的工地呢，我也无做泡泡影。应该是首先爱发一挂讲义，还是啥，为各位做参考。所以我的工地位，我做台湾民政府，我迄、那个，惊伊讲这个讲题伤过长，所以讲执政之后，咱执政以后，哦，必会促进世界和平。上纲安尼讲。可能都是黄处长刚安尼讲，哈，阿无甲拍拍手，才愈来愈大声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执政之后必会促进世界和平？这个钢铁，我又不是奥巴马，我又不是要领诺贝尔奖，世界和平一定要这么做的，否则的话。大家拢同归于尽。至于目前，大家拢研究何足什么好，你蹦来蹦去，蹦来吧。啊，大家拢来试，啊，都回遐做头的，哇，唔好啦，安尼无好算啦。所以自家目前的政府，我嘛讲，家己莫家己为家己的苦啦。到时候四脚朝天，做不好玩。其中这个话一定。话中有话，所以今仔日我黄组长黄长顺呢，伫遮来讲这个题目呢，是对全世界传播的啊，所以吴家修先生呢，相信伊这个传播去世界。拢看有这个点，我不在这边啊、哦、来宣布，所以外国都看得到，所以我讲话要小心翼翼。那有什么小心翼翼？该讲就该讲嘛，啊、哦，我们过去的经历要怎么说？那今天就靠我。我们想想看。我的讲题刚才这样，可能大家都了解了哈。再重复一遍：执政之后，必会促进世界和平。那么，我就首先呢，就先说一个时事的益处，分析个说明。咱拢会感觉讲，即摆人口遮尔啊多，呀，即个世界呢，拢为着你争我夺，甚至于气候阁无好，修行阁无好，所以造成真侪的恐慌伫哩。卖讲去到倒位啦，至目前美国。火烧山啊！其他的国家啊，气候三大不调啊，都安尼土石流啦，无都淹大水。所以咧，这个情形之下呢，大家阁有讲哦好，安尼我的国家较强，啊，我都有核子武器，啊，我都有啥强的、食弱的、弱的，要安怎？啊，所以讲目前的社会造成心理的恐慌足多，
所以讲，我有当时啊，伫街啊市安尼行，我确实心惊心惊啊。为什么？为着经济，为着母子，为着职业，这个经营也是经营生意，袂当损失的，造成咱的头壳咧比较会较混沌、浑浑噩噩。啊，下一步路我要怎么走下去？这是自家目前会使台湾的心态，甚至于外国人的心态，可能就是安尼。所以我一再要求各位呢，自家目前可能八十几岁，我拄啊有等个叫林宇松，以外看见学员呢。应该年纪嘛无讲真大，所以阿贵啊入来民政府共同奋斗，这个机会绝对足多。我一再要求，就是讲阿贵啊，伊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无？这是咱担心的所在。我的分析甲我的预测。作为来讲，台湾绝对安全，台湾绝对安全。所以讲，咱食枪，咱家己有法度自力更生。台湾伫这个亚洲来讲，是最好的一个地理，叫做春夏秋冬。我讲四季如春，降。农作物也是饲鸡仔鸟啊，咱都无讲会造成讲都安那样啊安那样啊，所以我一直在想，台湾确确实实是一个叫做世外桃源，同时也是蓬莱仙岛，捌听啦吼，台湾都是蓬莱仙岛。呵呵呵，所以讲，我一再嘛是称赞讲我家己，我一样的写滴滴台湾滴了。相信在座嘛也想讲，我写到台湾绝对都袂歹。所以讲咱这个个想，可能我会分做几啊站讲。第一就是在历史讲起，第二可能讲到地理，第三可能我想爱讲的就是讲怎样确保台湾复兴之地，这个我会加强。刷来再来讲经济方面，刷来再来讲治安的方面，再来做结论。所以这个经营这个程序上呢，可能我想到都是安尼来讲，否则的话，我今天又没有简章还是说明书给各位学员呢？这个我一再向各位学员致歉。那么，我就来讲咱的历史背景。咱台湾本土真正的台湾人，几百年来，确实都唔捌到家己管过家己啊！这就是咱的怨叹啊！只加讲咱的祖先放火咱，咱敢会想讲，我们为什么不争气？为什么我们那时候？不会去反抗，对的。咱受到外来压力，甲政权也好，几百年来都将来都唔捌家己管过家己。正拄好，今仔日为着华理论事呢，咱才得到这个报。否则的话，咱一再蒙在鼓里，那不？法理论是这本书呢，
来给咱陶冶咱的心感，顺遂这个路要怎么走下去，这都是咱今仔日的研究。在座张秘书长、至于个蔡总理呢，一再说明关于台湾民政府的前途和远景，前途就是远景，所以在可能也是有一些老师和各位上课，直到九点半才由我本人起来讲这个台湾后果啊，民政府执政之后为什么会世界和平？我都要讲，就是讲台湾天时地利占了足好，哦，这难免惊。刷落，咱嘛知影阿强啊，伊的建设，这可能先进呢，嘛比我搁较了解。中国人人多嘛，哦，用过人海建设。不是以点打眼，就是以点打眼，无就是以眼打点。这句话阿你讲起来哈，大家都加思考，就是讲那以点打眼，伊会看讲啊，迄、那个所在会讲你，咱就用个人海战术，人济嘛，啊，都甲吞落去安尼，以点打眼。一定那么所在，都是有做渗透，哈、哦、啊，给你渗透入去，底下给你安尼一汤水大家都当当啊，伊才来要来接收什么份，那么直接上清楚对不对？所以，我黄长顺嘛是讲，要因警匪也敢遐尼搞小台，还是搞小拍，嘛不会定的，所以讲咱。至到目前有读过这些论述以后，所以讲我嘛会想讲，伊那以点打眼，还是以点以眼打点，以点打眼，那么我们就用三角击破。那三角击破，告诉讲咱就台湾这个地理环境，天时地利占了真好。比如讲，日本伊若歹插来，无嘛要美国；美国歹插来，无要日本。啊，伊歹插来，咱总是呐，任何失掉一角的话，可能咱家己嘛会自立自强。袂啦，台湾那这个所在呢，大家绝对一定要想讲，我看会得到台湾嘛，甚至就南海呢，还是。这个咱叫做无人岛哈、哦，钓鱼台，大家拢要争，然后啊，看你安那争。所以讲，咱台湾处境以这个亚洲这个地方来讲，大家拢想要爱，啊，想要想的，啊，咁都想到，都一提起，应该一面啦，绝对都有人会插手，哦，那么讲。啊，无嘛，美国会甲咱翘卫兵，啊，无就创啥嘛，创啥。这就是讲咱的论述呢，讲甲足清楚。台湾都是台湾，阮唔是你中国的，不过分割的领土，迄拢因乌白讲的。讲这是咧，啊，但是台湾恁当时的，人咧签这个甲午战争的这个皇帝对皇帝咧签的。啊！恁中华民国都也无诞生呢，吼、哦！中华民国伊都也无诞生出来，啊！哪里讲我做台湾因共和台湾？相信这个论述呢，真济老师绝对拢会讲起。所以，这关于这个历史的方面，所以我来讲我本人。当时日本人打败的时撤退，返去日本，同款中国人
担、冰担啦、啊、雨伞啦，啊，讲所以讲中国兵有三支枪，啊，伊就是要甲这个家人讲，这个故事应该是足多。日本人伊滴嘛，中国人，中国兵也好，讲是哪黑带，还是哪个选手甲掠起来？中国人伊脚足长啊，啊，拢咧抓风筝。丢的枪支拢伫脚架片套咧，差不多吼，才开到的。啊，迄个就是拢伫走风筝，小台无半步啦。啊，这历史上咱拢有看过。我有当时啊嘛在想，为着两个头人毛泽东甲蒋介石，死两千几万人的。诶，中国人，因未心酸吗？吼、哦，所以讲一代传一代，啊，又有做海西人啊，哎呦啊，都两个争权夺利，祖先甲百姓，无法度安宁，看死偌济人。不但安尼无要紧，国内甲台湾二八事件呢，也阁死十几万人，根据统计。这实在真不可思议，为什么安尼做？人心的道德何在？安尼马紧，教育咱六十几年，只嘛阁培养一批新少年呢，要安那歪哥，要安那提钱，这嘛是点到为止。我伫新竹做的网站，我都有透露。安尼一位的名人做甲遐尼大，来做这个叫做收这个贿赂哈，这个代志咧，实在有够见笑。那要我吼、哦，一定去磕头。但是我看伊欢头喜面，哪有这个人哈、哦？哎，也无你是要安怎？我嘛搁甲讲，看因这边是要安那演落去。希望同心的拭目以待，看到尾啊，伊的结案是安那结案。所以过去呢，我伫求学的这个中间呢，我都深深地伫感念讲，嘿，啊老师讲，恁哦后过啊拢会使去大陆做馆长咧，我等六七十年也无叫我。等于做馆长，嘿，家教也讲，恁这后过在大陆哈、哦，这个中国遐拢会使去做馆长。我都不爱甲讲，人伊总统都安尼比阿囝都做无够，安尼啊一直甲你教育教育，甲这当阵啊，咱只个为着选这个总统，啊，迄敢是真正的台湾总统哦，咱昨昏秘书长嘛有甲你讲。根本，咱台湾是台湾，因中华民国因安那去称呼，倒不如说讲啊，流亡政府就是流亡政府嘛。我才会想起讲，我过去嘛，捌会记哩，大臣一包撤退，我做一包，迄阵啊，一只一只安尼，我做大臣，知影人请牙手，大臣。台电铁哦，对，吼、哦，台电的切铁，宜兰、大溪、芝加哥、盐抓拢即台电啊，切铁来个遮。迄当阵，阮读书都足艰苦的了，都强要无饭通食，过来即阵呢，过饲一寡即中国人，啊，伊嘛是真无简单啦、啊，有法度安尼来滴。靠这个美国，所以讲伊载过来，迄有做中二号啊，拢载过来，哦啊过来，再个延伸个战争，嘛不是战争啦，什么太平舰覆辙啦，啊也是芝加这八二三炮战，四个拢差人，嘛是拢大部分咱台湾人啊，我做台湾人啊，为什么都爱安尼舞呢？为着恁两粒头的安尼，爱都死遐尼侪人。心为坎坷吗？啊，这就是
南民政府拿起来，应该都是无这个情形啦。所以，以台湾的地理，属于亚洲带，我拄仔有讲过，水果、鸡甲三环，难免烦恼，也是讲农作物一定是会当真顺势的生长啊，收获安尼。只加讲，我做这个外交政策咧，我相信咱占的这个地位，嘛要过比什么越南啦、泰国、暹罗多呀。空中、空中都是这个航空，只加海运咧，会使对世界来讲，台湾是上好的一个地理。啊，那么安尼。后过咱要安那去促进发展，当然啦、啊，我唔只够讲，我本州的后后绝对一定嘛爱学一寡日语、英语，咱是海岛国家，后过啊，咱要行出去要做生意，相信英语、日语无嘛加减讲几句啊，哦，这是我的期待，真有可能，即摆都有。几位老师讲，别紧啊，无我来教，哦，啊，这就是我的个性，有可能我会开班，所以想到咱过去，这个中国啊，哦，来自咱的台湾，我若看到我爸爸妈妈，我心就足酸，人因中国人。伫树下骹也是做人，对无？脚揪起来，人伫唱苏三起家。苏三来了红铜线，哎呦，阮老爸老母是臭甲挂老三弟，为着阮这阵囝安尼唔食饲的爸爸，是这款的，一比较。难民就变农民啊，好啦，咱的度量就比人较好。那想到迄当阵，爸阿母做甲要死，为了拼互我读书呢。哎，实在阿爸你较输遐，杨贵讲合作中国人，啊，过去讲外省啊，就对，杨贵一个代号做外省啊。伊讲嘿啊，人来遮都，伊都有迄个名，确实咧。咱的名感觉是失败，好，即摆就看因安怎做。后后呢，咱台湾民政府起来，家己管家己，咱绝对对这世界来讲，应该的条件比人较好。那有一天，咱会当升顶，会当立足的话啊，我看在座呢。卖讲像你出像迄个四三起家，起码咱的心情会足好足好滴咧。甚至外国人一定会甲咱模仿，卖讲模仿啊！人迄台湾人拢足自卑啊，啊面带笑容啊啊，丰衣足食啊，安尼处处拢真平安啊，祥和之气来滴过日啊，咱都爱学台湾。相信咱若有这个动作，一再安尼甲推演起来，那么世界向台湾学习，那么台湾这个榜样啊，甲咱的作为，相信一定会引起全世界的注目。对啊，台湾事业忙事业。啊！但是人伊经营了真好，所以后辈对这个经济方面要安那去发展，治安要安那来做，无，这都是咱需要有法度去探讨的事。所以想到过去国小的时，都教阮教一个思想：杀猪拔毛。大家唔知捌听，杀猪拔毛，捌听的人请举手。
哦，安尼有咧，安尼毋是敢若我捌听咧。杀猪拔毛，我迄个反共抗日，杀猪拔毛。对，杀猪刀啦，拔毛草当的毛，伊迄边甲咱忙，咱卖买毛货，伊嘛抢劫啊，小爱设计蒋介石，伊骂咱抢，不骂伊又毋是骂咱咯，骂臭头啊，长嘛讲甲足歹听，秘书长骂臭头啊，讲我做抢劫，差啦。咱骂伊土匪，伊骂臭头啊骂蒋介石，迄当阵来，嘿，咱有印象吼。所以讲，迄当阵看因伫烧嘛吼，我仔细看，哦，嘛徛咧，哦，保密皇帝，皇帝什么？哦，透透了了，只到我读高中诶时，做必报我嘛不时咧做。保密反皇帝啦，啊是杀猪拔毛啦，反抗抗恶。迄当阵啊，我足够读书的，我拢读书第一名，搁要做班长，有想无？无想，多一个讲我无想，是读书读假的，无法到第一名。秘书长伊讲读书第一名，原来是建中的，啊，我无啦，我呢。迄真卡所在，那读书第一名，搁做班长，都真了不起个。啊，迄毋只送个囝，迄个水里蛙囝，迄只个读书个，啊，毋过带有一种老马气，老马气，嘿，也毋像有影嘛。在座呢，我去讲到阮个过去，确实足心酸个，尤其是我迄当阵啊，当好康个时啊呢。我母见爹个，也着着真爱游山玩水，走到一个山卡，当到乌巴桑，我伫甲伊沟通。啊，乌巴桑，啊，生意好啊无？伊讲啊，都袂歹啦。也毋过吼，我读日本书个吼，干那号做他妈号做北京语，我袂晓听嘞。毋过我袂晓听。我阁加趁，吼、哦！伊讲伊加趁诶，啊，都两位大学生要去爬山，当然都爱去干妈店，永过号做干妈店去甲买。啊，阿伯，你有习惯无？有，我只爱咧共找钱，我哪要只提乎你？等伊钱去找了，真是莫试管来，袂用听嘛，试管。两个大学生是讲啊，这个生意嘛好的。我甲你绑个好好，你爬山较好行。伊讲唔当诶，我袂晓听国语，我做北京话。我误打误撞。习惯，我听做习惯，真是连接惯都到六惯啊五惯，我就搞做生意。安尼大家听有啦吼，习惯阿伯袂晓听，伊当做习惯。伊讲我小等的钱找好人，真是入去仓库过去摕习惯。唔当诶，嘿，少年诶，你嘛听，那叫什么？习惯还是习惯？阿伯发音一点无标准诶啦。要不然安尼，伊讲我去等到迄个外省诶哦，来，哦，我硬拗叫我听也无啊啦。我讲啊，我上你来听无？讲家己比阿呢，阿呢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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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伊是讲一粒，也安尼落就是巴掌。体会，哦，佫偌歹，哎呦呦呦呦，吼，叽叽咕咕。结果伊个孙啊，阿嬷唔是啦，伊要大便啦。哈，囡仔发音嘛无标准，什么叫做大便？啊，而且是。哦哦，不大大面大面啦，伊爱就是大面。讲到这中国啊，安尼甲台湾安尼算甲安尼乱七八糟，嗯，习惯啊无就是爱大便，大便大面啦，都讲安尼规球的啦，也安尼落来啊，切切安尼。嘿，伊的肢体语言阁足好咧，嘿，因的头壳袂歹咧。遐过来多一项讲国语有咱的标准，无啦。咱会讲到遮尼标准，就是讲一句台湾话，都爱发国家，爱唱。啊，有人安尼在甲咱处置的，哦，这就是因的中国人对咱台湾一种的歧视。安尼嘛好啦，拢原谅伊，遐里都习惯，还是。安尼，把今年哪个人出去？阿婆，哈，就是要吃面，在饭桌家那比我都不要比。所以讲杀猪拔毛，反共抗恶。那我想讲，讲我少年的时代，想讲即摆呢，想起来我家己嘛会安尼，家己想得真好笑。好加在，我心态嘛足不平衡的，讲到个只个我就直气的。骨架个你退出来，那个我当好，事业当好，夭寿啊！你吃饱人不是你吃钱，哈、哦！咱退出联合国。迄当阵你台湾个根本都唔是一个国家，你中华民国人世界都无承认的，都三藩四国的这个和平条约，根本都唔是。所以我若想到这个中国人好吧，我75岁期待要去遐做馆长，也阁无机会了，可能袂叫我过啊。我伫网站嘛，甲我讲，诶，温家宝啊，是，我妈讲个大大声嘞，好，甲我传去，拢无要紧。我讲温先生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因为伊伫前大嘛有讲一句讲，台湾根本都唔是因的，都是啊，无是无一啊，都挂过回这个日本，人伊都承认啊。希望我今仔日安尼讲，温家宝先生爱听我黄长顺的话，对唔对？恁以前的头人，迄个即摆拢变大喘气啊！死偌济人，死几落千人，无啦，几落千万人，不是几落千人。死到目前，大家还搁在发明核子武器，要安那蹦来蹦去，像冲天炮安尼啊，淹水的冲天炮，假使迄个电视做起来，我嘛会惊哩。但是迄系列的算啥，我都会惊。哎，迄真是按大家安尼算落。啊，北韩讲伊嘛有核子武器，都伊嘛有哈，啊，大家拢有好啊，啊，大家去碰看卖，啊，碰碰台死了了，啊，因遐头人敢都活会久，我看唔通安尼算啦。所以讲，无论哪样啊，咱以咱台湾有法度接近了后咧，大家会向咱学习。哎呦，安尼大家嘴啊，安尼笑嘻嘻哈。也拢无高薪斗角，啊，钱嘛袂去哄恶去，啊，咱家己管家己，嘿，啊，咱南海遐石油啊开采起来，啊，自家多位啊农产品，即恁再有一课啊，副主席有甲咱上诶，农作物要安那种，啊，伊即专科诶。啊，我袂晓种，我也要破产，但是我上惊挂掉啊，较吃伊啊，所以我是确确实实的种下因啊，
所以只甲阮阿爸阿母呢，遐尼辛苦，有法度安尼栽培我呢，我感觉我真幸运。永过要读一个高中的比即摆大学较了不起，确实嘞，高中无啊地地嘞个起起，所以讲我不是嘛甲我的囝讲。噶拉斯好摸安尼，唔敢提提枪，讲到恁爸讲我啦，应该是地大顶烈的，满操场去上课的。爸爸，大顶烈生啥款？遐拄好电视都咧拍武侠，我都抽迄顶，地迄顶去上课。哎呦，好丢脸哦！你地带那个去上课，讲假互你知。什么叫做雨伞？阮都无抓雨伞，哼，牙两公啊都歹了了，也都真是地下的大钉咧。你敢带哦？我怎么不敢带？你看学校这么近，叫你带雨衣你不带，淋的满身都是都是雨水。哦，真的大地那个大斗笠啊你，哎。我安尼比到了都搬搬一个有做武侠的，真是，哎，囡仔哩甲咱笑。啊，我迄当阵啊，我就是变台北人，过十八个棚坑来甲台北哩发挥，迄真是我宜兰人，我感觉咱叔啊，哎呦安尼一个拍过，阮两过讲我做火车，真是火车，呜。真是出来甲台北吼，十八个棚坑，所以讲，若经过十八个棚坑，一定是宜兰人。宜兰人佫上好，迄落啊，一定派一个乡会。迄是古早讲做过船渡海，啊，都帝军兵甲保庇，应该无啦。派一个乡会，一定爱经过草岭。英国就是这个孟加拉啊，加发展有一条溪啊，啊，顺这个吉兰河都有法度走到这个孔阿廖，也都爱避过这个叫做虎字碑。我也阁有一个土地，就是伫大理甲那边啊。人种的火龙果，以前我种的火龙果食无半粒，因为我唔是做田。啊，甲做农诶，所以，咱诶副主席伊即专门咧做农诶，啊，过我再请教火龙果是变安怎种，真万谈。迄过去我大部分用汤啊种啊，因为我为着民政府呢，可能我都爱付出真大诶精神甲心力，甲各位同款，遮尔无用诶中间有法度来甲遮咧成果。确实，这个精神是使我真感动，甚至于即摆个为着国级班呢，会真侪人入来。在座呢，那今仔日有法度结业的时，速速，咱都一定爱坐坐高铁的，真侪哦，遮嘛有我的朋友伫哩。哦，关先生还是姚先生，我拢一再期待。当然，我不能伫遮一一安尼来咧介绍。今仔日若结业，后礼拜咱坐高铁，佮刷落去读这个高级班呢，这是我的期待。同时，也是咱丁英呢，非常非常的期待。所以在座呢，今仔有法度来遮上课。一挂老师教授咧，拢非常优秀。尤其是郭牧师，我上爱听伊个课。只个讲台湾的历史，这个讲解咧，台湾人的奋斗的这个精神咧，真值得咱佩服的。所以咱的祖先确实咧。有法度为着咱子弟安尼演几落百年，今仔日大家拢还阁遮尼粗惊吼，咱唔惊人欺负啦，后过咱葡萄咱有
真坚强的信心哈，绝对不怕人家欺负。只要我们自立自强，我不再来讲，家己要安那管。以后呢，有法度做一个主题也好，国家也好，做一个榜样，世界拢来看咱的事啊！啊，一定呢，咱都出人头地。所以，医生呢，可能就是安尼点点滴滴的。很抱歉，都无用过咱的简章还是啥货？我是足爱算，真爱写毛笔字，偶尔真爱在咱这个网站呢说几句话呢哈。真紧，10:40。还有十几分，我这样倒不如就是说，哪里留几分钟久呢，会在座做一个发言。黄州长，你是要怎样去带动？黄州长，你是为什么有法度为着民政府做出什么话？黄州长，比如点点点，我来这家己来足奇怪哈！在座甚至于我安尼爱人来，哎呦，恁来过去哦，台湾哦，过的好，番薯啊，咱都番薯啊人咯，过的好。今天要叫来上课，我都安尼，确确实实，即摆为着金钱，为着时间，大家是无法度配合的，这是阮有所了解。后后咧。假使讲咱进一步，真济就是讲有法度透的，拜五来报道，尽量就是拜六礼拜，确实的，两暝三工呢，伊目前话拢爱去上班的哩，据说在今天来遮上课，是真济拢根据。请假，也是甲人换班，甚至向头家做一个说明，所以了不起。所以讲，一个政府也是一个国家，那英雄甲勇士站起来的时，迄、那个国家也是迄个组织，也是迄个政府。都差不多丢一步啊，对不对？那就家己拍一个扑啊！这个扑啊，我学啥人知啊？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拍一个扑啊？这，无啦，我家己拍，我那伤过多烦哩。唉，真心实只个啊，剩15分，所以。台湾人有台湾人的个性，台湾人有台湾人的魄力，相信在座将近8万，希望后后呢，上课了后，一个阁穿过一个，安尼，予咱民政府速速短短的期间，会达成甲这个人数的目标。这是咱中央的较所期待的，尤其是咱莫家己看轻家己，莫讲我都啥物话都拢唔捌，我都装卡人，我都即我安尼话要惊死哦，像这少年人几岁？17哦。有没有谈恋爱？你有谈恋爱不？没有，还是好啦。无什么哥哥，你参加民政府，万一出了问题，那我要哪里找一个像你这么潇洒的男朋友？我也记得我养过那边做兵，嗨，我那不想要拜神。我都无同款啦，
天涯地崩下好的啊，那种种请什么不离不回不自闭，不服不背弃，啊，这我都拜比比，啊，玻璃平安无代志，骨损靠嘞，我那骨是足强，骨刷落那安尼要出门就讲讲，张叔啊，这把树我做自动车，日本时代我脱了空壳。自动车，自动车，养过汽车叫做自动车。欸、我怎讲你嘛听无？你若坐自动车，欸、我这讲的话都叫不出。自动车，火车有这汽车，或者汽车，哎，养过迄个话拢单多变咧。火车伊讲汽车。咱只巴士讲叫做自动车，叫做自动车，对啦哈。后壁我几几号的朋友，所以话呢，霓虹一带喏，苦多娃娃呢，火车讲叫做汽车，啊，巴士讲叫做自动车，自动车要加油，可能家己都会走，麻烦啦。妈妈骂我，你呀、啊，出门坐巴士，哇不，坐自动车，你都坐正边，坐火车都坐倒边。嘿，这个铁力我呢，甲想吼，想甲呢，车都几十年前才去我想。迄当时我阿母也袂想，阿母，哎，你养几多安尼讲，无啦。嘿吼，我要去恁阿姨遐吼，自动车你若无坐正边的话吼，小心车呼一下，阿样过都无亮起，拢手拢哎呀，咱的手会去受伤。诶、欸，阿母的铁学理论阁比我较好。啊，坐火车坐倒边，啊，迄小心车你唔知，呼啊，咕咕咕咕咕咕咕吼。啊，可能也会去拍到惊。阿母的智慧实在佩服，我要输伊啦。伊培养我，我嘛培养几下个博士，但是毋是拢作弊起来也无一定。所以讲，若讲甲阿母，只甲咱的祖先，有当时啊嘛讲，迄是。我老爸咧甲讲，长孙啊，咱即摆有较善，但是你都爱拍拼读书。恁三叔公啊、二叔公啊，因拢分迄个好诶，打开马路交公园呢，啊，宜兰十三坎，咱遮有个良好宜兰人，伊嘛是咱黄家诶。恁阿公娶三个无？有时候我掠阮阿爸看。你唔知多一个先，真是阮阿爸，我说噶玛兰是啦，噶玛兰，阮阿妈我说，恁确实咧都是，我都烦那里，安尼讲话紧啊，够帅，你慢点啊，金哥，我真是是原住民哦，阮阿妈。黄街丢班街，皆大欢喜的街，所以我有当时啊，真爱当个艺人。即个龙岩的副州长，养过伊做比我较大，我看到伊话要惊死。即个我比伊较大，因为我厝的若有年年节节，也是要陪忙啥，开车拢伊伫家开，我太太上爱伊开车。因为我烧酒会啉，但是酒也唔捌啉，怕，所以讲尽量是卖啉。所以讲咱在座爱啉烧酒的哈，最好绝对莫开车。所以我烧酒拢戒掉，烟也袂戒掉，因为滴饭都爱食烟，就是怕伊来搞热头。哈哈哈！哈，财秘书长。
哎，吃亏两气啊！你了卖吃荤，可能我有迄个特权，伊讲无啦，都你上大。我讲路途迢迢来个吃，来黄州长遐，做一支啊荤一个，唔食偌好，因为我拢会创荤壳啊，荤壳啊都是食咖啡村的，在你去等，熟熟啊啦，我开会去安尼。但是有影，只要我会写。本办国事不准吃荤，阿你有同意无？啊，大弟会讲，啊，我都想要那个酒店遐吃一个荤卡甲巧的，我要唱苏三起价，我苏三起价我不要唱，看唱歌仔戏啊，主席很难的都爱叫爱唱歌戏哈、啊，我宜兰人哈，我老爸一定拿手炒嘛，那唱歌仔戏唱。几破的，当然我伊个囝我来加减听，伊个既然歌戏上有名，我照甲唱歌戏。等后也有机会，我绝对好好表演给大家看。可能咱后过啊会大型的同乐会还是啥货，所以，好、哦、来，这位先生，请你发问。嘿。对，对，诶，马健，嗯，对，哦，对。多谢，我都是要期待你加盟这句话，真不简单。所以我拄啊一再甲各位表示，伫历史讲甲地理讲甲学做，确保台湾复兴基地，只甲学做经济，啊甲学做治安的方面，拄啊这位先生无唔对。这个是讲我的逻辑，我今仔讲的就是时事的分析落来，就是个代入，就是讲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即将以后呢，促进世界和平。我看大部如即摆剩五分钟，就是讲讲较紧的。第一，就是讲对外，对外你倒一个讲，甲咱欺负。这就是咱第一个占优势。我相信讲，对面呢，中国若要抢台湾，美国人绝对唔放伊甘休啦。刷落咱上苦，搁上加安尼，都是日本，吼、哦，咱都属啊天皇的土地，伊绝对嘛袂放。啊，相信讲，莫讲伊是自卫队，自卫队确实迄会发挥起来，一定要改变迄个正变。日本人这个小台，伊就不是讲叫做新啊下代啊新啊个，卡等等是有较早哦，这个一点。刷落就是讲，台湾处境以在这个太平洋这个中间呢。航空、海运，咱占较优势，哦，这个就第二点。刷落就是讲，咱厝边隔壁，那对这些亚热带来讲，你拄啊拄到问这句话，上对。英国不是咱的分家规，咱是亚洲的四条龙。吼、哦，我安尼听到唔只安尼，外爽吼。只话那边讲。台湾目前的执政是亚洲的一条虫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怕，怕个，对不？大家安尼早时啊，一个起来把酒醉的，要是我今天唔知要倒去做小工，所以这位先生伊家提醒一个真好啦，因为我会伫算迄个时间，
还有五分钟，我再给你解释一下。刷嘞，咱台湾足自卑的，所以讲为什么有法度促进世界的和平？内政部者通知予我，阮一群人去到日本，为着这个三一一的地震。欸，你莫看我安尼派蒙派，我是足自卑的呢。我去到日本神冈去写毛笔，看写偌济都予恁偌济，予恁家己去背。所以这个精神呢，有法度带动咱台湾人。哦，伊阿做咱的外交官，有做只处长尔。宜兰的劳动人，我甲伊沟通。伊讲黄老师，你真够写毛笔哦！你个来遮敢讲遮尼济话，啊，上万遮济的毛包，啊，我卖出去，啊，这袂安那去报销？我讲我尽量写，尽量迄落啊。我甲讲，只不过是提出阮台湾人的一种的自卑的心。无坐飞机，我那都爱开钱咧。我那当初那其实二十几人。你看我爱用偌济，啊，所以当然也是半佚佗的安尼去。所以讲，黄老师休后呢，希望你用的继续安尼发挥你的才华。大家唔知，我即摆已经学做封闭，我袂。所以讲，我今仔日啊，这个哥哥黄武铎先生叫一下。伊个左撇右捺写了足好写，所以以后我嘛同时也该研究。拄啊，这位先生就是讲，一句话都无唔对，你有法度促进世界和平。第一啦，就是咱人与人的中间，起码外国人来遮做生意，也是来观光，台湾人是足有礼貌的。台湾人就安尼嘴啊笑嘻嘻哦，拢无足险恶的一个面相，这都是有法度去带动。所以台湾呢，是后过啊是世界的一个桃源，不是英国人嘛在讲，哦，像丹顶南英国，台湾呢后过啊都是啊西方、东方啊是什么款，甲迄个瑞士同款。足有一个发展的余地，尤其是咱后过若做外国生意咧，遐招呼又予咱开采出来，生活无问题，军方也是这个台湾的安全，放百分之百。第一，咱若有法度民政府站出来甲呼吁，关于这核子武器。无论哪哪样啊，我台湾都也无一刀一枪，阮都有法度管理甲遮尼好。啊，恁世界拢安尼发明遐，啊，迄拢拍死人诶，唔好啦！相信遐，我看核子武器呢，一定安尼一个一个、一颗一颗安尼剪下来，迄个都是咱诶成功。所以民族素养，咱诶台湾人。道道地地的台湾人，绝对都是爱做家安尼，都是以咱的行动去感化人家。安尼，我解释你有啥？听有介意无？这位先生贵姓？蒋介石小介设计迄是蒋。哦，台湾蒋，啊，大家拍拍手。对啦，啊，中国唱迄个都说，乌苏巴加里的都乱来乱来，害死偌济人，吼！啊，所以讲，咱台湾唱的，后过啊，伊咧做步伐，杨家来我先得酒，我好好来甲你建立一个朋友。我即下有一个朋友叫做姚老师呢。伊嘛啊，你徛起来，互看看咧。啊，姚老师，伊这个好来，咱甲高敬一个。
而且美国盾呢，当时我嘛爱甲感谢一位关先生，昨看到我都我都甲秘书长咧讲，伊了我金金看，我嘛了伊金金看，这个人甲咧接派，结果唔是咧，伫控制有专门咧甲出我的镜头，嘿，就是这位，伊讲你都哦，你的迄个 DVD 咧，上三叠回我太太，哦，你是足不了不起，所以讲我写毛病。写几年？写七年尔。中国时报加刊，黄光课大书法家是国宝级的，吼、哦！我咧气一个，卡电话去的，这个得，陈什么人？我甲讲，我无遐伟大咧，哎、欸。国宝级起码嘛，拢爱八到十岁，我才迄当时那的，七十通会尔，我有做国宝级的。确实的，你若要看报纸，我即摆遮拢也有，还是要摕我的 DVD 拢有。足歹势，拄拄超过两分。休机呢，大家有迄个缘，好好咱来谈论一下，互相研究，大家互相共勉，祝各位呢。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请起立。今日休困十分钟。